前列腺增生本身不影响性生活啊，前列腺这个炎症有时或者尿道会有一些充血呀、肿胀呀，哎，或者说我们的小腹部的一些坠胀呀，会让我们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本身前列腺增生对性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啊，这个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因为前列腺它只是一个性的一个附属器官啊，跟我们的这个性生活呢，基本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射出来的精液里头啊，有一部分前列腺液而已。本身前列腺不影响性生活啊，更影响性生活的是我们的阴茎的勃起功能和我们的正常的这个睡眠状态呀、休息状态、心理状态啊，跟这些有关系，跟你的夫妻和谐有关系啊，跟前列腺没关系。